今天我们来数一数蜈蚣到底有多少条腿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我们可以看到蜈蚣在剧烈的挣扎，它的触角在不停的动。现在呢，蜈蚣腿已经全部剪完了，没有腿的蜈蚣看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吓人了。现在我们来数一数，天哪，足足有42条腿，看来这蜈蚣腿真的是挺多的。